哦，那我那时候接到部队电话的时候啊，所以我说那时候说梁峰是没有呼吸，没有心跳嘛，所以我说我想说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应该是整个人，我讲来听去狗狗啊。他那一幕，他第一次，我忘记不知道他发生自己几天，那时候还在同仁医院，他开始可以用那种微弱的气声，因为他有插那个插管，他用微弱气声跟我讲说，爸爸妈妈对不起。哦，回去跟我媳妇说。你跟不跟我说对不起呢？那个脊椎损伤二三四节，哦，他那很严重，他是脊椎里面，还有就是他落下来的时候有甩鞭效应，造成他的脊椎里面有水肿，他有水肿，他去压迫他的神经传导。部长来的时候，我的严德发部长的手刚想说，请他回去，然后检查装备。哦，这种痛让我们家就痛，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发生，痛就到我们这边就好，不要让第二个家庭去痛就好。比他初期有说他还想再去跳伞，啊，他那时候真的是拿跳伞当作是他复健的最后的最终目标。到后来慢慢可以接受一些现况以后，所以他都把他的一些毅力放在他复健上面。哎，那时候在复健过程当中，我们知道他以前对画，因为可能受了妈妈的影响，哦，所以说就比较说有记忆传到妈妈，所以说想到的时候就会画一下。最近有一天自己用水彩自己画一个，说去爬山，因为他以前喜欢爬山嘛，他自己穿衣去，有画一个水彩画。那我们有跟你们讲说创作那一幅画画的是想说他也想要去爬山吗？应该是，对，他应该是想爬山。要挑战这一周，我们这样子，今天开头是跟他们。不会让家人朋友担心啊，对吧？因为这我现在真的最担心的还是，我爸妈这样会照顾啊，然后他们会可能身心俱疲之类的，对吧？那这真是我最大的愿望。然后当然之后有办法好到，我有自己能力可以去赚钱，然后对吧？服务社会，这是我最大的愿望。但是不要让家人爸妈担心。然后还有就是有能力可以带他们出去出游啊，出国。